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手凌波城，对战方的话是女儿村。这个凌波打女儿，个人感觉是吧，虽然力女儿是吧很强，但是个人感觉打不过凌波城啊。因为我经常这个看比赛啊，确实虽然说女儿村确实很厉害啊，但是的话是吧，你去打这种凌波城的话还是有差距的啊。观战方人物骑野兽，对战方宝宝集火，观战方这只后排的大龙龟，双方互出宝宝，对战方力劈劈观战方的一个后排，断战方给观战方丢一下放下屠刀，观战方继续断月式打过去，观战方的一个暴击几率有点高，打了两次全部暴击，对战方力劈宝宝继续集火，观战方的一个大龙龟，哎呦，对战方这一手群秒的话感觉比这个惊涛怒还要爽呀。对战方高连的话再跟进一手，观战方这只童子的话也是直接飞掉，力女儿的一个清宝宝能力相较于凌波城的话也是不弱，观战方群飘一手点对战方2000，这个血量的话应该也还算不错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对战方这只力劈的话一直没有办法解决，对战方人物继续出，观战方出一手孩子，观战方这只宝宝的话是承受对战方一记漫天花雨，运气还比较好啊，弹了一手小金甲士，但是的话也顶不住对战方这么强大的一个火力呀。对战方直接秒了7700，这个时候观战方的一个凌波城当即哭晕在厕所里是吧，大声喊着我他喵的不是物理一线门派吗，怎么对战方秒7000多。观战方用163硬扛了一顿输出，观战方反手拉出神马，这样的话场上的一个局势暂时稳定住了，对战方再来破血扯飞观战方的小魔头，观战方要拉人，对战方确实太强了呀，观战方直接打不过。